我们去听姐姐唱诗，对不对？儿童诗班观摩音乐会，好，你们去吧。这是葡萄园诗班，有姐姐在里面。诗班的小朋友们，老师们也要感谢在座一定有很第一个节目，葡萄园诗班，也就是我们浸信会繁堂的一个高级诗班。繁堂初级诗班就是叫儿童诗班，最早的时候是由陆颂熙老师创立，后来接手带领的老师前后有十几位，在这些老师细心带领之下，孩子们以诗歌诗班皆在诗班里面接受音乐的熏陶，学习在诗班中颂赞上帝，为日后参与圣乐服事播下了美丽的种子。2003年，为了让不同年龄的孩子得到合适的训练，在李俊颖老师力促之下，分成国小4到6年级的葡萄园诗班、1到3年级的芥菜籽诗班，以及3到6岁的娃娃诗班。除定期上台献诗以外，每年的母亲节跟圣诞节也会参与我们大家庭的献诗，成为教会美好的传统。我们以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子未来的人生。中心在2013年邀请。
雅歌书第四章十一节，我先欢迎小蜜蜂儿童合唱团。黎巴嫩的山上有三棵树，他们有各自的梦想。第一棵树想成为珠宝箱，装满最珍贵。喜爱在诗歌中亲近的，
声啊，令人闻之热泪盈眶，深深感受到神的怜悯与慈爱。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大合唱，是我们所有的诗班合唱团在一起，我们会唱一首歌。我们现在向后转，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在我们的旁边之后面。进去全部好厉害哦！好，我数到一、二、三，我们就是耶。然后二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擅长喽！
加的双联教会也有。你觉得今天你们唱的好不好？啊？跑掉了。觉得今天唱的怎么样啊？开心吗？对自己的表现觉得怎么样？还好。那有几个合唱团超厉害，音气跟那个看得很 strong， 跟最后的那个龟山的，他们超厉害的。他们从屏东来的，哇，就是从台湾最对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刚好也进来，超认真的，很棒。今天刚好还有麦当劳。对，你在哪里？还好吗？说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今天开心吗？阿B，我的薯条是冷的。好，没关系的，你等太久了。所以我们就走了吗？好吧，那你就说拜拜吧。拜拜！如果喜欢这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谁真心没有？拜拜。